我操，这啥玩意儿？长斧刀。怎么现在还有二级刷下这种打法？这么猛，大哥对不起，没必要吧，没必要咱们。啊！你的个妈呀！准备三级。我操！好像比我，他屌人又在，我操！你的个妈呀！你鸡巴跟我俩闹呢？干他兄弟！这是啥操作？他的操作差点把我尿的搞出来。不对哦，我们上次玩这号的时候排的还对面全都是鸡，都是那种认真宰割的，现在怎么他们怎么猛起来了？凭什么还敢 A 我一下图？像被中领的人员多啊，干嘛呀这帮人，四人包中 他们这些人一看就不想中奖，你知道吗？变态，我操，四人，我操，有个助攻，那还行。枪有大不？没有大。我觉得还是可以。没事没事。啊！不是你们这些太科比了吧？这些人。啥意思？你以为你有个大，你活的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弟弟个妈耶！下来，我决定人手。他们俩都没闪啊，这个没闪，这个没闪，人手。我也想说啊，可惜，被减速了呀。这个屌人是他妈来给我喂屎的吧？啊！你妈的个呸爷，真的给他安排的明明白白。哎，这啥意思啊，兄弟？你他妈比高智霖还忙，我操！哎，哇！我要死了，我操，吓尿了。哎，我觉得他大哥放我妈的可能能放我走不？我说他又不来送，想不到吧，怎么法法没有人头没有助攻的，我也没有这把。
我这把的战绩像我平常打 rank 的时候在喷的人。我操！哎，十点血，我日你妈，回家了。哎呦，别捅我了，求求你了！哎呦，啊！长矛飞，妈了个逼！我怎么死了？对面灭了。十点，剩十点血。你妈站远一点好吗？感觉每个草里都有个赵信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把已经给他捅出阴影了。啊，这人打不到我。我操！跑啊！跑快一点。哦，差点走进去。还好今天这塔，这塔可能看到我生日的份上没我，还行吧。干他！大哥给个头行不行？谢谢。我操！啥意思啊？你大哥，我头都不要，让我刷点伤害行不行？要不然我看起来像个混。行吧，混就混吧，无所谓。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